压到了哈，嗯，那个诉求其实真的是相当不错，大概在145、144、144左右，有时候会高于145。哦，厉害！他单手接到，空手不怀刃，他空手接到，哎，他左手还拿着他的手机，对啊，刚刚厉害厉害，居然接到球了，高手在新庄。好，请问一下，我们陈俊准备好了吗 ？OK， 今天的精彩好球就靠你了，3、2、1，请投出。哦，精彩好球！我跟你说，谢谢市长这个小小的牺牲，成就了我们今天的开球仪式。好的，我们这边呢也再一次呢邀请我们的市长，还有我们的陈俊以及我们的阿飞呢一起来合影留念一下下。市长会痛痛吗？还可以，等一下我待会帮你呼呼一下下。好嘞，我们 Rocky 呢跟着我们陈俊还有市长以及我们的陈飞呢一起看一下前方的摄影机，一起来合影留念一下。哦，这个 inside out 打在了右半边，哇，这个判断出了状况，安可，哇，大师兄绕过二垒之后，现在跑上三垒，哇，44岁的男人还能跑间歇啊，这个很罕见哦，吼，这应该会给一支三垒安打，对，要，虽然。先不论这种比赛的这个结果，然后这个以林志胜的角度的话，确实他要好好享受这一刻哦。这个低角度哦，反向的攻击打得很扎实哦。嗯，那两队今天都出现了一个算是扑接跟滑接没有掌握到的一个状况。是。因为林志胜打劫，所以安可开始守得蛮深的，边跑边笑。确实是很厉害哦，真的。哇，亚洲选球王，今年到目前为止的上垒全部都靠着保送，所以周思齐在本季代打的表现上面呢，上垒率还是很高。林旺希投出了保送，跑了。这个时候传二垒有没有抓到？没有，生涯的第99道，手抖跑出了盗垒成功，本赛季的第一道。哇，这个时候跑出生涯第99，碎啦！哇，这个会做人。哦，全场的富邦球迷也都是齐声来帮这位老将加油啊！嗯，